周四的话，晚上有个活动啊，兄弟们，提前跟你们说一下。给你全打了。哪还拿个小班子？回家了，这个时候出门要快一点，有那个家园卫士，你知道吗？他比设计图还小。这个小炮台打得好痛哦！科学的甜美奇迹呀！哎，他还在。哦呦！这个小炮台感觉要给他打。让回家买个线呢，伤害有点高啊，这小炮台。哎，这两个都这两个组合有点东西。这个大头 E 的接那个近的 W， 然后加几个小炮台打。还是有点痛的，不会打不了，但也不好嘎掉。啊，不行，不行。他比设计图还小。小林功夫好哎，等等。
左手三人剑，右手饮血剑，一路乱砍，谁也拦不住，摆的就跟砍猪一样，眼睛不敢。这个静雪聪明的，他现在打架就往炮台里面往炮台里面跑。这两个下路有点东西的，就是头有点铁，打得太干了。打得稳一点的话，还真不是感觉很好打这两个东西。这两个东西从一级就开始想跟我们两个打，打得对我的赏金好像很感兴趣。科学的甜美气息啊，它比设计图还行。小闪现有点赖皮啊，这波寡妇操作不行。找大的了，敢砸大的？哎，这个大的你给他打了吗？给他砍了呀，两刀砍了吧就。嗯。他放个炮台，我打一个，不管大小，通吃。哎，我为什么非要见那把刀呢？哎，谁来告诉我？刀不能丢。我倒是想脆皮。哎，大的25块钱。大的还有减速。有。他们是个干嘛？他比射击图还强。给这友爱吓了。然后被他打一下，没打死。这炮台再大，我一刀都给你砍了。小的5块，大的25。这把补炮台估计都补了100块钱。我不太清楚，反正补了很多段了。大头，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玩大头啊？他比射击图还强。想去风雪我不可能。你开。剩你60哎，60。我打炮台穿越的，好吧，差一个给你打一个，蛋，让你放炮台。我做饭的时候烫的吗？嗯，是那个油，我在那里炸油，结果那油搁那炸，那油搁那炸你，然后那油给我直接炸喷了。哎，你插我就打。
抽象。呀！在你，在你。他打你。这里25。25啊。他为什么老是要放那个大炮台呀？大炮台一刀一个的。10块。15。科学的甜美气息，有那么难吗？他比设计图还这大招每次不过，这头大都有电，他搁那开大招。